转载自百家号作者，经医疗体育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项目上，中国队又增添一金。在今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里，孙杨后半程发力，以1分45秒43夺得该项比赛冠军。在为中国队收获一金的是，同时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。决赛开始时，两位日本选手前半场领先，季新杰紧随其后排在第三。在100米时，孙杨仍然还落后前三名。季新杰赶超一位日本选手升至第二位。在第三个50米时，孙王发力追赶，连超多人，一举处于领先优势。在最后50米冲刺时，孙杨已把其他人甩在身后，他以1分45秒43的明显优势夺冠。其余松原科央以1分46秒50拿到亚军，季新杰1分46秒68获得第三名。此前孙杨已赢得过5枚亚运会金牌，同时还是男子200字的亚洲纪录保持者，可却从未在亚运赛场上200字比赛中登顶。这块200字金牌对于孙杨等待了8年之久。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，孙杨不敌当时如日中天的韩国名将朴泰桓，落后接近一秒半。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，孙杨在最后时刻被日本选手焦野公介反超，以 0.05 秒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。雅加达亚运会是孙杨第三次出征亚运，此前他已经拿到了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。200米自由泳金牌成为孙杨最想拿到的金牌，八年的等待在此刻终于了愿。赛后孙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我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力和能力比较强，竞争很激烈，但是我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绩，说明我具备这个能力，这对对手也是一种震慑。事实上，孙杨在该项目上早已是世界顶尖水平，他不仅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200米次冠军，还在去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中夺冠，并打破该项目亚洲纪录1分44秒39。本次亚运会孙杨以绝对实力轻松摘金，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的大满贯，也为中国军团拿下第四金，中国选手季新杰获得铜牌。